滚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一个智能水龙头啊！智能感应水龙头你没见过，把手伸过去试试。一百八，你都会什么活啊？啥活都会。就你了，走。这怎么是？干十多年小姐，我没见过这么个傻子。别他妈磨叽啊！快干！一会儿他妈到中屋来。给你的外卖。前男友。啊，这是第一次在你家楼下，你两分钟就下来了。投诉你，三朵伞。哎，你这是蛋黄派，没有鸡蛋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个字，绝。妈，有个女的追我，还不要彩礼。哎呀，儿子，出息吧！他啥家庭？人家有80万，说赚我俩的。哎呦，那还说啥呀？赶紧领证去！行了，领完证，他的就是我的，我俩一起还呗。哎，等会儿，他在外边欠80万呀？对啊。行吧，行吧，你俩结婚赶紧要孩子啊！我要抱孙子。哎呀，要不说这么合适你呢？咋的？太着急要孩子？都不用要，还有个现成的2岁的大儿子，给抱过来，你好好疼他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把我惹火了，我马上再叫你找个人嫁了。收获满满呢，我操！收获满满，没白来哈！回去必须得好好喝点。他不吓人呐，你吓人呐、嗯！我啥人？我长这么漂亮，你啥眼光啊？啥眼秀人？你自己投入。这个放那柜儿，这买的啥呀？我新买的丰胸产品。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？这不是过年了吗？人那个便宜，我就买。你用还有必要吗？你感觉？你咋说话呢？再说了，就我喜欢就得了呗。那能行吗？我觉得还不够完美。你这娘胎里带的，你后期你咋补还能咋的？我就补。对，这新产品你先用一下试试，我还不太敢用呢。我一个老爷们儿，他不好使还行，他好使，我要真把胸给抹大了，我咋出去见人去？你咋想的呀？谁让你抹胸了？